往上下去搅动它的食物。那就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沙琪玛。刚刚那个阿皮在跟你讲话，我非常的好听啊。今天你跟我讲话，我回答。哎，我看到回答。没有说话，如果是不认识的人，也不要回答。但是如果认识的人，在我们店。